我这个裤子吧是那种加绒的，里面有毛毛，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。是的，下去吧。抽屉里那个泛黄的信封，工整的笔记不算陌生，含着泪读完纸上的内容，谢谢你曾带给我的感动。凝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，有太多的话感触喉咙，提起笔心情又变得沉重，原谅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。我也渴望有人和有人守，把我紧紧地揽入怀抱之中，陪我聊聊天吹吹风，去看天边那朵最美的彩虹。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把我紧紧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看星空，帮我重新平起破碎的梦。晚上好俊哥，晚上好大家，晚上好，对大家晚上好。小鹿暂时不是很冷，暂时不冷，因为我又唱又跳了一个小时了，所以说不是很冷的。哎呀，这是水也没有。谢谢我胡哥，哎呀，好久不见我胡哥哥，感谢我胡哥为你守护，谢谢我胡哥，感谢胡哥为你守护大队，好久不见了哟。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，有太多的话哽住喉咙，提起笔心情又变得沉重，原谅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的旅程。我也渴望有人哄，有人宠，把我紧紧地揽入怀抱之中，陪我聊聊天吹吹风，去看天边那朵最美的彩虹。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有人懂，把我紧紧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看星空，把我重新平起去看天边那朵最美的彩虹。多么希望有人疼，有人懂，把我紧紧地捧在掌心之中，一起看大海看星空，把我重新平起破碎的梦。谢谢，感谢我们所有家人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就让小鹿啊帮小鹿一人送一个小星星，我们争取把这个小时榜什么小时榜同城榜第一咱们稳住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把同城第一稳住啦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，我们所有哥姐姐来给我们胡歌唱一首情火吧。好久你好久没来了，起码半个月没来了，我最近都很少唱情火的，一首情火送给大家。